看你们那我打电话给你，把他我跟他拉点半的给你上医院。啊，他们你马克就是他屋里的那什么水母个嘛，咦，好多给你跟他拉点半的，没那在马上么子在山里面没什么个嘛。哦，一点的阿妈我跟他答案，一点那什么水母个嘛，咦，米布他的个啥个嘛，咦，马都弄啥了？他们的什么大家这个跟巴拿那个咦，哦，阿不是他哦，没那在个嘛，哦，爹妈在他干什么？跟木那木那个的拉点半跟屋里阿个嘛的哒。啊，什么水母的？明那在阿天莫丁克斯。简单伊巴拉我家己跟他这家里上医院，跟他拉了半年。阿达玛尼木脑大，乌拉呀伊的那啊，马基登伊的那小水母，满那都二大伊阿毛的蓝紫色。哦，木脑大嘛的那拉了半个嘛的大，三十万公尺个嘛伊，木的巴斯达达三十万米什么？哦，木脑大伊，马格拉只大伊的呢阿毛那水母个嘛伊，要弥补。哦，阿毛跟他因找个的不那不那。嘛的不加得路，一定那深冒水母。就好像烫伤这样，嗯，很严重。嗯，就是有时候脖子啊，你把它拿下来，它这边会好像留一条项链。那像水母这些东西，你最好是不要去碰。如果是刚死亡，那个还是有毒的，特别是那个刺到，还是或者是你皮肤去接触到，还是有毒。那一心一把铁的本，哦，刚才一把人熬一，哦，乌拉呀，嘛的，我们都嘛那都看到，个的跟那水母个嘛，带他跟那阿弟他，他妈上那包，哦，都看到他个嘛，一啥都咋那个嘛，哦，个嘛就一，嗯，乌拉阿找一都看到那个嘛，一，哦，阿不得是哦，没那真。哦，爹妈，难道你说嘛？那搞着搞着也马上哎，啊，算那那个嘛的，搞着个那，一年一十八三百个嘛。哦，马说到那么孬，跟的个那深冒水母个嘛，冒大个什么跟大，那点半的个的老的，马上也是他们那屋，那没那在那一点那深冒水母个嘛。俺们今天是干嘛冒个什么跟那，一年一十八个，哦，我俩照都挂地上。很明显就是生态整个破坏了，就是整个生态没有办法平衡了嘛。所以它这样的水母大量的产生，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在近十年当中了，在过去都没看过那种数量。难道你说嘛？难道搞搞主意？马上哎，阿算难跟得弄个那我这样个买意哦。马上他那么那我跟你个那什么水母个买意，马虎大个什么呀？搞过了你哦，马的他杀猪，马的个那那点办那米那摘个嘛？哦，个什么木啊啥的，那的那晒过眼，那都看起完来意。阿妈我那什么水母跟米那摘个嘛意？哦，那都一步个买意，搞住点个那都摘这个嘛？哦，他妈他说个那顶个那咱跟。木搞木易，那点办个嘛的，个嘛搞王易。哦，跟木那我们来，阿点木的木个，阿点木八只八只，帮啊帮俺，阿来对边易。